Liu Tianpeng, a young man born in the 90s, is a surveyor of SGR Section 2. Today, he's at Voi and ready to start his regular check. The new railway station at Voi is completed, and workers are preparing for the official opening. 今天正好出来检查一下咱们卧衣站房间的质量情况。正好我爸也在这儿干活，过来一趟，来看一看他。我爸住在166营地，里程166，我住在144营地，相差20多公里。他起早贪黑，我们可能一周，在路上碰到他了，打声招呼啊，给他买瓶饮料什么的。感觉一见面很亲切，虽然距离离得近了，但是 Liu Tianpeng's father is a subgrade builder for SGR Section 2.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1,800 Chinese employees in the SGR project. There are 9 sections and over 20 camps. Section 2 is in Voi, which is the transport hub for the roads from Nairobi to Mombasa and Kenya to Moshi, Tanzania. 我是2014年6月份过来的，所以最早一批过来的吧。刚开始干的是为了工期、为了质量，几乎是黑白颠倒。比如说像他们在填路基的时候，灰尘特别大，他们从现场晚上回来的时候，一身都是土。像我爸打桩，一般打桩都在晚上的时候，经常上夜班，或者是白天通着夜班，晚上一块上通宵，经常非常辛苦。 儿子正好赶着15年毕业，这个项目正好需要人，让孩子出来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咱们的这种驻路人也好，驻岗人也好，这种作风、这种干活的这个干劲儿，让他们感觉感觉。刚开始听到肯尼亚这个国家，在非洲嘛，就会觉得心里就会觉得比较穷。 没有网，水也困难，吃的也许会不好，但是来到这里，又有网，然后吃的也挺不错，还觉得也是比较开心，但是毕竟也离家远，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丝失落的。通过这两年的那个锻炼，我感觉很有进步，没有让我丢脸，我很欣慰，挺不错。现在主要就是最想的就是我的老父亲、老母亲。我爷爷是做铁路的。 干了一辈子，在我这里算第三代，会继续干下去。毕竟我爷爷干了一辈子，我爸也在这儿也是一辈子。这份信念在这里心里的一份坚持，我会坚持下去的。